天我们在私房菜2013，这个是法生，然后我们的很可怜，我们的介绍人吉米生病，喉咙痛讲不到话，我来了的，他讲这边非常好吃，上过很多那种美食的节目啊，是吧？算是节目了哦，我们试一下，我看了就很爽。哇，原来这一个上面你看它放酱吗？它的里面是粥，然后就是好像勾住它，让它熟了，它的那个精华那个汁就会滴进粥里面，所以就很鲜甜。听了是better很多啦，吃了不知道啊。我里面就是这样子哦，现在就是在 steam 它，就是蒸熟它。接纳发生了，哇，好健康哦，好哇，够力，这个够新鲜，什么酱料都没有加嘞，就是拿去蒸嘛。赞，好吃。来了，现在就是主角出现了，我们的螃蟹、生虾，来奏哀乐。哇，主角来了，好漂亮啊，红红的。哇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。这个汤里面，哇，那个下面就是汤了，那里面是有饭的，虽然好像粥这样子，还有菜，有菜啊，有豆腐啊，然后在汤里面，所有海鲜的精华都在里面，赞，我吃起来。